为了利益一切的有情，希望早就获得佛陀的果位，也就是说，就是调整这样的一个动机来今天听中业宝盘论的课程。好，请大家看到中业宝盘论的第59页。那应成派的这个呢，就是基到国的部分。那基的部分呢有两点，也就是说静和有静。那静的部分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接下来就是有静，我请帮我念一下有静。二，聚静，依于自己的安立处，五蕴或四蕴而为安立的是不特伽罗的势力，且不特伽罗便于不相应行。聚静的部分呢，就是有聚静，它本来有声音觉知，然后不特伽罗，有这样的三种。聚静呢只有这三种，没有什么其他的。那声音呢就有八种然后觉知的这个部分打算呢就是下一堂课抽时间特别的讲这个聚静的就是觉知的部分它的七种心类的这个分类还有恋和非恋等等间。因为应成派的他的这个恋和非恋的这个建立呢跟次序派一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下一次再做特别的那个解释，就是抽一堂课。好，那然后不特伽罗，那不特伽罗呢应成派呢他们不特伽罗就是所谓的这个不特伽罗的势力呢就是安立在这上五蕴或者是四蕴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有生命者，这个就叫做不特伽罗。那为什么这里面强调五蕴或者是四蕴呢？因为不特伽罗它并不一定有五蕴的，它的蕴体并不一定有五蕴的。比如说五色界的不特伽罗他们只有四蕴，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色蕴嘛，因为五色界所以没有色蕴，只有剩下的四蕴。所以呢五色界的不特伽罗呢他们只有安立在自己的四蕴上面，没有办法就是安立在五蕴。好，那次序派以下呢他们这个不特伽罗呢可以分为假有的不特伽罗，还有什么实有的不特伽罗这样的两种。那一般他们都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这个世运呢就是意识，人的这个意识就是不特伽罗实有的不特伽罗。那五蕴合而成的这个不特伽罗呢就是假有的不特伽罗，这样的两种。
那印钱派呢，它没有什么实有和假有的这样的不特切罗，它不分这个分类啊，因为它认为不特切罗只有假有，一切法都是唯有名言安利，就是名言假利而已，没有什么实有的。因为每一个法呢，它就在自己的这个施舍处上去寻找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它的势力。所以印尘派他认为同样的这个不特切罗呢，在五蕴当中去寻找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他的不特切罗的势力，就是实有的不特切罗。所以说他们，所以就是他们不主张这个实有的不特切罗。好，那请是接下来分量式和非量式。这个我们要下次要是分量式。喂，是分量式和是分量式和非量式二类，量分限量和比量二种。限量有根限量、意限量和余且限量三种。哎，你停下来。阁下有听到吗？好像那个连线的状况不是很好。不是啊，这个我不是说下次再讲吗？哦，好。道的建立，道之所缘，独立自主我空，是粗贫不特切罗无我，不特切罗时空，是细贫不特切罗无我，二种细贫无我，是就空所依事而分，非就所遮而分。在所依事不特切罗上，遣除所遮，实有存在，就是细贫不特切罗无我。在所依事运等法上，遣除所遮，实有存在，就是细品法无我。细品不特切罗无我与细品法无我并无粗细之别，都是究竟的真理。哦，那道的建立呢，就是从三个部分的角度来讲的。第一就是道的所缘，道的所缘意思呢，我们修就是修行的时候所要修的这个法就叫做道的所缘。然后道的所断呢，就是修法的这个所谓，也就是你为什么要修这个法，也就是说要断除烦恼嘛，就是道德所断。那然后道德体系呢，道德分类，它的定义等等，这些就是道德体系。好，首先道之所缘，道之所缘呢，当然四大宗派呢，它都是在修四谛十如形象。但是区别在以印证派来讲的话，那就是这个无我，四谛十六形象上面的这个无我呢，就是有特别的那个什么，那就是区别啊。次序派以下他们是无我是见分的，就是无我的这个认知，他们是这个无我呢，不特切罗无我和法无我这样的两种。那不特切罗无我呢，它不是什么空性，那法无我才是空性，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那不特切罗无我呢，它分为两种，就是
常依自在的我空，这个呢就是初分的菩提伽罗无我。那独立自主的我空呢，就是细分的菩提伽罗无我。然后这个是次序派以下，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然后法无我呢，小圣的就是金部中和有什么有部中呢，他们是根本不承认这个法无我的，只有大圣的就是中义者，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唯识派以上的。那自序派和就是自序派唯识派呢，他认为这个法无我呢，他没有什么初分的这样的分类啊，他只有一种，就是能取所趋一体空，这才是法无我真正的空性。那自序派呢，把这个法无我呢分成两种，唯识派他们主张的能取所趋一体空，这个呢自序派他们认为就是初分的法无我，它只不过是初分的法无我，而不是什么法无我，它不是空性，所以呢不是法无我。那真正的法无我呢，他们认为就是自序派他们主张的那个法无我才是法无我，也就是一切法没有地识成立的，地识空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这个法无就是空性呢就是非有损害的心而安立，不得就是从自信的这个不共的这个什么方向成立的，这个呢他们认为是所破。那它的相反呢，就是他们认为是空性，这个呢以应成派来讲是比较粗分的，比较粗分的。所以修这个空性呢，只能就是断除一些粗分的烦恼，比如说欲界的粗分的烦恼，对于就是五蕴这个色身香味触的一些比较粗分，比较我们自己都有感觉的这个贪嗔痴的这样的粗分的烦恼。那没有办法修，没有办法就是修这个空性呢，没有办法把这个什么呢细分，就是微细的一些烦恼呢没办法断除的。所以应成派以上呢，他们认为就是自序派以下所谓的这个空性呢，完全不是什么空性的，完全不是他们认为不是空性的，这些都不是空性的。那空性呢，只有他所说的五自相，就是一切法无自相，这才是真正的空性。所以呢应成派呢，在四谛十六形象当中的这个无我呢，他认为就是有这个无我呢，他认为就是次序派以下，也就是说不共的一个无我和共同的无我，就是有这样的两种。那不共的无我呢，它分为两种，就是菩提伽罗无我，还有呢这个法无我，这两者呢，两者都是空性，都是空性啊，跟次序派以下不一样的。应成派呢，他们认为不管是菩提伽罗无我还是法无我，都认为
他们都主张这就是空性。也就是说空性呢分为两种，就是不特切罗无我和法无我这两种。那然后他又就是主张一种粗分的不特切罗无我。这个呢次序派以下他们承认的这个不特切罗无我，也就是独立自主我空，不特切罗独立自主我空呢，这个呢就是四大宗派的就是同一的一个什么无我，他们都承认的一种无我。但是呢印证派来讲这只是一个粗分的，不是真正的无我。那真正的无我呢只有空性，没有什么其他的。好，那不特切罗无我和法无我呢就是区分，他们的区别呢就是在于他们的这个所依事上。比如说比如说一个不特切罗，那他的空性呢，也就是他的空性就是说这个人无自相成立，这就是不特切罗无我。那这个人的五蕴无自相成立呢就是法无我。所以说这里面的不特切罗无我和法无我呢就要看他的那个所依事，也就是说这两者都是空性。那两者都是空性的话，那他们的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所空的那个事，所空的事上就有区别。如果是所空的这个事例呢是不特切罗的话，那它上面的这个空性呢就是不特切罗无我。那所空的这个事呢是非不特切罗的话，比如说五蕴或者是贫住等等，这些上面的空性呢都是法无我。所以呢这里面指的这个法无我的法就是非不特切罗的法，就是法。所以他们的上面的他们的空性就是什么呢？法无我。好，所以呢他们的两种无我呢，他因为他们的所迫是没有什么粗细的这样的区别，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的区别的。以这个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粗分粗细的这样的区别，都是什么呢都是什么，就是事物的一个究竟的真实，就是究竟的真理。好，那第二。二，道之所断，主张粗细我执及其种子及由此而生的三毒种子都是烦恼障，以主张实有执是烦恼障之故，实有执的习气，由此习气所生二现的错觉分，以及执着二谛一体之垢染，都是所知障。好，那修这个无我呢，就是为了断出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这样的两种。所以呢这两种呢就是成为修道的这个所断。那所断呢，因为这个无我呢它有两种，所以我执
也是有两种的，波特切罗我指还有呢法我指两种。那两种还有他们的这个种子啊，都是属于烦恼障，都是属于烦恼障。这里面啊，就是应承派啊，跟次序派以下不一样的地方呢，也就是这些啊。次序派以下，他们认为不特切罗我指是烦恼障。那啊，自应承派呢？因为这个两种无我都是空性，所以他们的这个相对的我指，他们的这个相对的我指呢，都是烦恼障，法我指也是烦恼障，那不特切罗我指也是烦恼障，那然后他们的那个种子，不是说习气啊，习气和种子是有区别的。所以他们的那个种子两种我指还有他们的种子都是烦恼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知障呢，因为自序派以下他们都认为这个法我指呢是所知障。但是应承派就不一样了，应承派呢，他把这个法我指和他的种子都列入这个什么烦恼障里面，所以到了应承派的时候啊，这些都变成就是比较粗分的，它不属于这个所知障，它是属于烦恼障。因为要获得阿罗汉的果位啊，比如说身为独觉，他们要获得阿罗汉的果位的话，都要断出这个法我指和不特切罗我指，都一定要彻底的要断出，不然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这个现证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果位，也没有办法解脱的。所以说次序派以下他们主张解脱，就是只要我们断出烦恼障，那就可以解脱，可以解脱的。但是应承派呢，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呢，要脱离这个苦海的话，不仅是要断出这个什么呢，不特切罗我指，那然后还要断出法我指，都要断出。那自序派以下呢，他们只要就是认为只要是断出不特切罗我指就可以了，就可以解脱。所以这个也是应承派的一个不共的这个就是特点，不共的特点就是不共的主张。那然后呢烦恼障就是两种我指和他们的种子都是烦恼障的话，那所知障呢，他所知障是主张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两种我指所留下来的习气，还有呢，还有这个什么习气所产生的二显。这里面的二显呢，我以前也讲过，这个二显是一样的。这里面的二显就是第二种的显现，第二种的显现呢，就是有自信的显现。自信成立的这个显现，这个就是第二种显现。
所以法我执还有不特伽罗我执他们所留下来的习气，还有因为这个习气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什么就是心里面所产生的二显这个显现啊。那然后呢，这里还加了一个，我们一般只会讲这两种前两种，那这里面呢他说执着二谛一体之垢染都是所知障。那这个呢有就是有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说这既不是所知障又不是烦恼障，但是它是一个什么呢，特别的就是微细的一种就是障碍。那这什么呢，就是成佛的时候才能断出的，才能断出，怎么讲，就是才能消除这样的这个什么垢染。那这个课本里面呢他认为就是所知障嘛，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些都是什么呢，八地以上就是才什么呢，开始对治，开始对治这些所知障的。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所知障呢，这里呢有三种习气，不是一般的习气啊，这里面所说的习气呢不是什么什么我们的根现前的习气，或者是什么什么分别心的习气，不是这些的，就是二我执的习气。那然后习气所影响的所产生的这个二显，第二种的显现。那然后二谛上面的一体就是执一体。这三种呢就是所知障要断除的。好，好，请念。道之建立，三圣各有五道的建立，并且根据十地经建立大圣十地。三圣圣者智慧的正类并无不同，因为凡是圣者皆能现正法无我。好，那道之建立，这个呢就是道的体性。好，道呢就是有身为独觉菩萨的三种道，那特别是大圣的这个道呢分成两种，就是凡夫道和圣者道。
那凡夫道呢，就是资廉道、家行道，这两者呢就是凡夫道。那然后，见道、修道、无学道呢，就是圣者道。那身为独觉，他们都是一样的，就是凡夫道和这个修道的这个分类。那特别呢，凡夫道和圣者道的，那圣者道呢，大圣的圣者道就把它分为几种啊，把它分为就是十地。所以见道以上，获得了见道的时候，就是获得了这个第一地。第一地啊，第一地就是欢喜地。那他们十地的这个案例呢，应该是根据十地经。那十地的话是这样的，首先就是刚获得见到的时候，就是第一地的菩萨，就是欢喜地。那然后第二就是离垢地，第三发观地，第四宴会地，第五极难胜地，第六现前地，第七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智慧地，第十法云地。这个就是十地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十地。那然后这里有一句啊，三圣圣者智慧的正类并无不同。这里面提所谓的这个正类啊，就是现正什么无我的，现正无我的这个智慧是没有区别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面所谓的这个正类呢，就是正智慧的这个部分，智慧的这个部分呢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三圣的圣者都一定要通达这个法无我和不特且罗无我，就是一定要通达空性，那不然的话他们没有办法现进这个见道的，没有办法现进见道的。所以都能够通达空性的，那还没有，就是没有能力通达空性的话，那你没有办法这个获得什么圣道的，也就是这个见道以上的这个功德。那三圣呢，就是三圣呢，他们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区分呢？因为智慧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去分类的。从智慧的角度来看，因为三圣的圣者都就是通达这个空性，精通空性的。那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区分三圣呢？就是要从这个也就是方便的部分，从方便的这个角度来就是分大圣和小圣。那如果这个空性呢
就有直尺菩提心的话，就是圆通达空性的这个智慧呢，通达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有这个菩提心直尺的话，直尺也就是摄尺的话，那就是什么大圣的，它是属于大圣的。那只是一个通达空性的智慧，那并没有有这个菩提心摄尺的话，那它不是什么大圣的这个功德，它是属于小圣的，或者是凡就是未入道的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呢，怎么讲？应成派呢，就是大小圣，他们是从这个方便的角度来区分的，而不是通达空性的这个智慧的角度来就是区分的。好，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种子的话，它还可以重生这个我执。那习气的话，那就不一定。有一些习气是它没有办法再升起这个我执的。所以这两种有这样的一种区别。菩特伽罗我指的种子呢，它是菩特伽罗我指在暂时怎么讲怀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种子一样的，那然后再可以产生，再可以生起来。但是这个习气就不一样了，习气呢它并不一定能够产生这个什么我指的。还有其他吗？就是重生，那这个种子呢，它就像那个它的序流一样，它的序流种子它是一个序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电脑，看电脑的这个演示我们当在看的时候，演示是存在的，当我们离开这个电脑的时候，那我们看电脑的这个演示就怀灭了，怀灭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种子。
就这个意思啊。那然后它还可以产生，又可以升起来。那后来呢，它又变成了回忆这个什么，回忆这个电脑的分别心。葛西老，我们啊，葛西，请问一下，刚才您说那个三圣圣者，他们智慧是没有差别的。啊，通达空无我的这个智慧上是没有差别的，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那个入中论好像有说，那个八地的菩萨他已经断了烦恼障。那他到八地断了烦恼障，所以他就是等同是那个声闻独觉他们的阿罗汉。对，所以他是一个阿罗汉。对，那个时候，所以我就很好奇说，那个到了八地就等同智慧度，就等同阿罗汉，那他九地十地的时候，他不是应该要超胜阿罗汉的智慧吗？谢谢。八地九地的时候，就是他八地的时候已经断了烦恼障，然后他要开到八地以上就开始断所知障，对不对？这个我们要，就是要从那个入中论的第七品说，要从这个第七品说啊，不是第八地第九地，虽然是他到了八地的时候才断出这个烦恼障嘛，对不对？但是在第七地的时候，他是已经是他的智慧通达空性的这个七地的菩萨呢，他通达空性的这个智慧，在七地的时候已经是超胜了身为独觉的这个圆空性的这个智慧。因为这个第一呢，它的名字叫什么，第七地的名字是叫什么，圆形地，对不对？圆形地的时候它会获得一个什么呢，特别的殊胜的一个智慧。因为在第六地的时候特别讲的是智慧嘛，对不对？六度当中的就是十地呢，它就是配合这个搭配这个什么十度来讲的。那在六地的时候就是第六地，第六地呢就是智慧现前地嘛，现前就是现证空性的时候。那第六地的这个菩萨呢，他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串习，那最后断出了一个特别特别微细的，就是什么，就是跟这个法我执有关的一个特别的，就是微细的一个这个什么呢，微细的一个所断。所以到了第七地的时候，他的智慧就是比身为独觉的这些圆空性的智慧还要超胜，还要超胜。所以呢，第七地就是他称之为圆形地，圆就是比这个什么呢，身为独觉的智慧还要什么，超胜的意思。对呀、圆形地啊。对，阁下，所以我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这边会说三圣圣者慧观的种类并无不同，它应该是普，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不同的。那是周遍吗？是不周遍。一般是这样的。
一般来讲的话，他们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嘛，对不对？菩萨通达或者圆空菩萨跟身为独觉这个三圣者也就是这样的嘛，身为独觉菩萨的见到位的这个三个圣者，三位圣者，他们都是通达空性的，都是一样的。那他们通达空性的这个智慧呢，有什么殊胜或者是什么胜略吗？根本没有。菩萨见到位的这个菩萨，他的圆空性的智慧也是跟身为独觉的这些圆空性智慧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那什么时候会变成特别殊胜的呢？就是到七地的时候，就会超胜于身为独觉的这些圆空性的智慧。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三圣的圣者的圆空性的智慧没有区别，所以三圣的圣者都一定要通达空性。好的，谢谢格西拉。所以说还没有到八地的时候，他已经超胜了，他的智慧已经超胜了身为独觉的这个智慧。好，还有吗？可是像你刚才说那个恶显，它是第二种显现，是自信成立的显现嘛？对对啊。然后就是感觉上他这边写了，地执的习气，还有由此习气所生二显的错觉，那感觉这两个好像很像诶。啊？我说这两种就是地执的习气，还有由此习气所生二显之错觉，他们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我感觉其实这个错觉呢，错觉就是它是一个分别心嘛，对不对？比如说八地菩萨，他在通达他通达空性呢有两种，第一就是现证，就是用一个现前的方式来通达，这个时候是在入定，对不对？安住一心，安住在那个上面嘛，没有什么分别，也没有什么错觉。但是一般平时的时候，他通达空性的时候呢，这个通达空性的这个心，它是一个分别心。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二我执的所留下来的习气还没有断出，所以这个习气的干扰，它会虽然它通达了空性，但是同时这个分别心当中还是会显现成这个自信成立的这个显现。所以我们只说显现啊，因为这个错觉呢，它不一定是道的所断。那要断出的，真正的要断出的不是错觉，错觉就是错乱心嘛，对不对？错乱心呢，有通达空性的错乱心啊，也有未通达空性的错乱心，有好多啊。比如说八地菩萨的菩提心也是一个错觉，因为它是分别心嘛，
分别心都是一个错乱心，它也有这个自信权利的显现。所以要断出的，要消除的就是这个显现。所以有一些人他说这个显现呢是色法还是禅法，有这个争论啊。有一些人说它是禅法，但它可以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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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消除，慢慢慢慢慢慢的消除，那最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是成佛。那有一些人说，那假设它慢慢慢慢的可以消除的话，那它的这个显现的程度也慢慢慢慢的会减轻，那这样的话它一直在变动，可以变动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禅法，而是一个什么啊？怎么讲，就是无禅法，因为它是刹那的，可以在变动变化嘛。如果是禅法的话，没有办法变动的。所以有一些人认为是色法，有一些人认为是什么禅法。那不管怎么样，要断出的就是这个显现，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二我指所留下来的习气而产生的一个错觉当中的显现。可像你刚刚说显现会是常法，它的理由是什么？因为试炼练当中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怎么讲，一种分别心的这个一种呢，都是禅法嘛，就是有这样的一句啊，一种就是周遍禅法，所以这个显现呢，它是一个一种。好，谢谢葛先生。所以如果是一种的话，那它就属于禅法。那又说这个要断除，那怎么断呢？它是禅法的话，那然后还有一种啊，就是这个怎么讲，加行道的菩萨，加行道的菩萨呢，他什么时候会获得见到？所以加行道的时候，他通达的空性呢，就是以什么呢？分别心来通达的，没有办法以什么现前来通达。那所有的这个分别心呢，它都有这个二显，都有这个二显，也就是说定时成立啊，自信成立的这个显现。虽然它通达的这个空性呢不是自相成立，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个自相成立的这样的显现。那这个显现呢，加行道的第一位暖的时候是比较强烈的，这个菩萨他自己都知道有这样的显现。那然后到了忍，还有什么顶，那最主要呢，到顶部的时候，顶位的时候，他自己都不认为有这样的显现。所以这个显现呢，
它可以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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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让它就是变小。那然后到了世间第一的时候，加行道的世间第一，他根本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显现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他的圆空性的这个智慧虽然是分别心，但是对于远这个空性的程度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达到了已经是很高的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连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在显现。所以他不断的这样的修行修行，就是串习，在世间第一的时候，那什么时候他会获得见到呢？获得进入这个菩萨见到呢？就是这个分别心当中的什么，就是自相成立的这个显现什么时候消失的时候，那他就是证得了这个见道。所以他在世间第一的圆空性的这个智慧，这个时候是分别心，那分别心当中的这个二显呢没有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现前，现前练，因为完全没有二贤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变成一个无错乱的现前，现前练。那这个时候叫做现什么？正得见道。所以其实这个二贤呢，它可以慢慢慢慢慢慢的变小的。所以加行道的菩萨呢，就是他去入这个见道的标准是这样的，他什么时候自己相续中的圆空性这个分别心的二显消失，这个时候他就是证得见道的这个时候。好，那第三，哦，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像没有时间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话，那我们问问题，然后下课。那第三国位的部分呢，我们下一堂课再讲。那然后把这个国位的部分讲完之后，再补充这个上面的印尘派的不共的这个心法的部分。好，有没有问题？好，好像没有。那共曼达，可惜呢。啊？请问一下，那个刚刚所讲的，就是。习气所生的恶显，如果说它是无常法的话，会有没有什么过失吗？无常法的话，那就是，那应该有这样说，那如果是无常法的话，那它不是总义吗？一种嗯，对，比如说指瓶子的分别心当中显瓶子的这个显现呢，就是瓶子的一种。那
执柱子的分别心当中的柱子的这个显现，也是柱子的这个一种，所以这些都是禅法。那同样的道理，就是圆空性的通达空性的分别心当中的二显，它也是一个一种。那一种的话，那就是禅法吗？但是它又会慢慢的减弱。对啊，这个有真的有那个针锐的，这个部分真的有那个，有很多的说法。所以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在那个加行道续入进入这个见道的标准是见的，就要看它的圆空性的这个分别心当中的二显什么时候消失，这个菩萨他就变成了见道位的菩萨。所以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二显它是可以消失的，它可以慢慢慢慢的就是变小。那甚至可以消失见吗？嗯。我说的这个消失呢，不是在它的相续当中完全消失啊，圆空性的分别心的这个心梦中消失，只是在一部分消失的时候，这个圆空性的心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现前无错乱的，这个时候加行道的菩萨他就变成了见道的菩萨。因为这个见道的这个见呢，就是像我们的眼睛看东西一样，特别清晰的看到就是一切法的真相的意思。那见道位菩萨，就是他的分别心就都完全去除了吗？对，见到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分别心的，完全没有分别心啊，甚至他的那个圆空性的智慧和空性就像什么水溶胶融一样，他自己都什么都不知道的。好的，谢谢各位。所以那个时候你们看，就是他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对不对？对，这个五根识是完全消失的，是没有的。我们的眼识、耳识，他是什么都听不到的，什么都看不见的，只有意识的感觉，而没有什么根识的这个感觉，完全没有啊。就是粗分的，我们一般在讲的六识当中的前五识是完全没有，完全就是怀灭了，根本没有，只有意识，这个意识也特别的微细。好，还有吗？谢谢各位，那我没有问题了。好，那没有的话，其他同学没有吧？要问的话赶紧问啊。好，我们下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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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了。